会生很多的孩子，我们会看着他们一起长大，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求求你，帮帮我们吧。等等，对不起，原想和你一起执手偕老，但今日绝境怕是要食言了。切记，陆某睚眦必报，今生你请我为夫，来世必娶你为妻，此事一定
生死无异。陆言，陆言，又睡着了。看来真的是累坏了，竟然没有等到阿星的回复就睡下了。平时对我凶巴巴的，没想到你这堂堂将军冷峻的外表下，竟然藏着如此热烈的一颗心呐！还别说，挺有文采。我于登登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刚才当着那么多人听见你的表白，竟然也差点招架不住。本来我是很生气的，气你食言，气你独自赴死。但是看在刚刚你对我表白的份上，我就大发慈悲，放你一马吧。等等，对不起，原想和你一起执手。哎，你还！好啊，陆言，你竟然装睡，还抢我的发钗！你以为抢走了我的发钗，我就不记得了吗？哼！我刚好听到我最喜欢的那一句：“我陆某……”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睚眦必报，亲生你请我为夫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如果说。别说了，想你就会用。怎么许你说不许我学啊？我偏要学，来试我必。那你的回答呢？啊，我的告白你都听到了，那你的回答呢？我你如果不回答，我就当做你是默许了。三千年前，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。昨天，我又差点险些再跟你分开。现在我的心意你都知道了，那你呢？你的回答呢？我多么担心你，为你做说好的白头到老，你若是再敢食言，我就把你关在清泉寨，再也不让你出来了。那你可听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让我从此不再是一个人，快乐有人分享，困难有人同当。我想说，无论是从前、现在，还是以后，真好。你怎么醒了？再多睡会儿吧，下午就能到灵东附近了，到了我再叫醒你。刚刚有人说话把我吵醒了。我没说话。我都听见了。啊？我又听见了。
等等，对不起，原想和你一起执手偕老，但今日绝境怕是要食言了。切记，陆某睚眦必报，今生你请我为夫，来世必娶你为妻，此事一定，生死无异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现在连耳朵都不红了？你每天听这个都要听上十几遍，我都习惯了。哼，没意思。你最近啊，一定要静心的修养，不可以有过激的情绪，也不能过度使用元能，我怕会加剧你体内的元能流失。你说不要用元能，是这个吗？不要再做这些没有用的小把戏了。这怎么是没有用的小把戏？这一招可是我费心费力研究出来的。这朵花不但可以引路，还可以传信，最重要的是可以追踪。哼哼，以后啊，你可得乖乖的，不然的话，你背着我做了什么，去了哪里，我可是一清二楚的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法术持续的时间有限，你还是用发钗跟我传信吧，不能再使用元能了。是我练得不够好吗？我再试试。你这是翻花神呢？在灵虫的事情没有解决之前，你全都要听我的。那你先放了我再说。你现在是不是想要偷袭我？先要用脚踩我，然后再用拳头打我。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我想要做什么，你都能提前知道啊？我在你的发钗上加入了魂追术。魂追术？我把我的元能印记融入到了你的元能里，所以每当你使用元能的时候，我都能感应得到。无论你把元能使用在哪里，我也都能知道。啊，原来你就是画本里那种很恐怖的相公，爱我爱到要控制我的一切，眼盯着还不够，连我心里的小九九都要洞悉。如果我移情别恋的话，你就会把我关进小黑屋，任你摆布。原来你喜欢这样的玩法呀，真是胆大豪放，深得我心。这种魂追术本来是用来对付敌人的，现在我用它来探明你体内元能流失的情况。另外，它或许能查出祝融的踪迹。那现在，查到祝融的踪迹了吗？或许是因为朱荣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使用过元能，也有可能他逃到了一个连魂追术都无法起效的地界。没关系，不着急，慢慢找，我陪你一起找。哎，你刚刚说的那个魂追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我想到了一个新玩法。